澳门迎来了迄今为止最轰动、最大型的流行音乐会，歌后 Celine Dion 的演唱会门票火速售罄，能容纳15000人的威尼斯人综合馆座无虚席。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流行天后在台上热力四射，丝毫没有让众多专程从香港赶赴澳门观看演唱会的歌迷失望。演出结束后，蜂拥的人潮将蓝蛙酒吧、Nick Solis 和风景餐厅围着水泄不通，场面热闹非凡。但尽管威尼斯人内的狂欢色彩十足，当晚最具看点的派对却是在其姐妹酒店金沙酒店内举办的。酒会地点选在 The Wren， 一间仅对贵宾开放的豪华酒廊。台上精彩的 Damiani 时装秀掀起宴会的高潮，大和名媛也尽兴开怀。这里有动人的音乐，这里有极致的华贵，在亚洲的新兴娱乐之都，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夜晚。